嫣然和你在一起，又在成王府后山失踪，你们肯定到过成王府。可以吗，皇上？几天不见，皇儿你这伤好像高了那么一丢丢。皇上，看样子长大了。是皇叔老了。皇上，你还是赶紧找到嫣然，行了大婚之礼，好替咱们皇室。 开枝散叶，这长幼有别，皇叔尚未婚配，我还是再等等吧。